肿块等于癌症，妈妈反应超崩溃。医生触诊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说有可能哦，4个月，5个月，4个月如果我癌症怎么办？摸到他耳后这边大大小小的好几块，我看着孩子就摸着他说：“妈妈，我很爱你。”如果说他持续肿大，还是要比较小心。他压了会痛的话，其实不会痛的，有的我们比较会比较紧张。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知，俗女家务事。